今天还有煎鱼。煎鱼？我现在四肢动不了，你就不怕鱼刺卡死我吗？姑娘平日里是用眼睛挑鱼刺，你可以吐出来。哎呀，不过我这个人挺乐于助人的。尝尝。你的厨艺果然天下一绝。果然。再给我一口。来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与姑娘萍水相逢，这段日子姑娘接受我的伺候，会不会接受过于坦然了？这使唤我使唤的十分的得心应手。于一公子，你真是个大善人。鱼没了，公子不如再接再厉，打鱼去吧。你这是在我家撵我走？光阴逝水，我可不敢耽搁公子的生命。去吧。